再来看弟弟在70年代独裁的时期，有很多阿爷一出世就被抱走，便宜是骗家说孩子一出世就不幸过亡了。其实大部分的阿爷都是被卖去外国。美国有一个42岁的律师就找到他的弟弟的亲生妈妈，两个人见面场面是真感动，我们坐回来看看。泰登带家己某囝头一届甲生母冈萨雷斯见面，因为有血亲的关系，拢无见面的母仔囝那么哭，安慰已经分离42年的伤痛。He says, "Mijo, you have no idea the oceans I've cried for you. How many nights I've laid awake praying that God let me live long enough to learn what happened to you."42年前，泰登在弟弟圣地亚哥的病院出事，因为早产，所以带入去保温箱。生出年的妈妈冈萨雷斯来接囡仔时阵，病院甲讲囡仔已经死亡，遗体也已经处理煞。后来泰登和美国的阿母收养，今年4月有一个智利永住成功找亲的新闻，何伊早想要透过弟弟非营利组织的协助，把 DNA 送交予国际基因库来比对，佮查清楚当年病院的文件记录，到尾才顺线找到伫弟弟的原生家庭。That was the movie they present, but the real story was that where these kids were stolen from poor families, poor women that didn't know how to.1970年代，弟弟在独裁统治期间，几落万个儿童去人口贩啊劫持甲转卖。一个囡仔计成为$10,000，差不多台币300多万起跳。一寡美国家庭伫唔知的情况下收养这个囡仔。这几年，美国甲弟弟两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协助这英子女找亲，超过450个破碎家庭才会当团圆。You know, so my mama is a victim. I am a victim. My adoptive parents are a victim.泰登找回原生家庭爱，重新熟悉生分的兄弟姊妹甲故乡。伫生母的厝餐会顶，42条鸡骨仔代表泰登秘密离开家庭42年的时间。伊讲，伊的查某囝嘛真幸运，会当熟悉顶一代的血缘祖国，也当弥补伊自细汉拢毋捌有的遗憾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